阿条魔抗攻术，最高天还有炫彩哦。 你换个名字更帅点的十张鱼认可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的30张鱼认可，老板大气了，老板。 这波是我唯一杀他的机会。 太难对线了。 刚不显示了，先换个名字更帅点的八张鱼人卡，刚刚没显示很奇怪。想看戏法吗？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还没上台了。 我操！ 吓我一跳！
这样的话，他们中单就没什么优势了。他压我就压我吧，待会压不住了，要死了吧！ 抓住这个机会，直接一血的落地 A 他，交给他那只能交守望闪。他刚活哎，刚活就更得开一波了。 看到了吗？我这个位置也看到我了。满天飞雨，可以换个名字不帅的，能晕的卡，谢谢老板。 这也越吗？哥们，我靠，有点狂了，真的。我准备好了。我是一点状态都没有了。 哇，死啊！被娜美的 W 给弹死了吗？极限了，不能走，可恶！
Nice. Nice.盾牌的每次领那个守护的亲密度还是呢、啊、每个月都能领那个守护的亲密度，无敌了各位，打吃了这段针，王子还在啊。不是吧？拉开，完美！我以为打野能杀这个 AD， 我就去追后面的了。升个级，你死啊！极限，哇！完美完美，正好 Q 他躲到他 Q 后面去了，这不误打误撞。王子没到，一跳就到你前面去了，带走。对方跟我作对，没好下场呀，皇子。没闪的，我记得这个人。我靠！大意了，我说这威古斯怎么这么胆子大，敢上前呢？下路过来了，完。可惜。不知道是能不能看到我，开两个先，都拉开，开沙漏，跑不掉，这人有点拖，人有点拖。快！这个人不买鞋子也要紧张，买个鞋。
这是难杀呀，小难受，我想把他表骗出来，把我给杀了直接。哦，被他控死了，用不出来闪现。没闪没闪，兄弟。来，就干你今天！啊，爽掉了！法财呢？我操，幅度好大，但打不过。漫天飞雨，大的很，看不过就。还行，上单好像阿托人了。美股是他蓝都见底了，还放了个 W。这和游泳一样。想看戏法吗？
打不起来呀、啊！开在浪花上，着陆喽！这波去下路很危险。没了，这大龙丢了，打不了了呀。再带一个，反正他们过得去。有和游泳一样，死了也得带。对的，想看戏法吗？房子有杀戮的，啊！能操作吗？操作不了，
要带，不带。还是谈不过的呀。别停。要被一波了吗？靠，卡米也得回一下呀。娜美都秒不掉，打白了，这没了。这件事没了。到这里了，各位看比赛去吧。辛苦各位这个下午的陪伴，今天直播下班了。